Hello，啊，我的妈！Hello，我也想上课。欢迎来到那个，就是老师迟到了啊，不好意思，我迟到多久了？没迟到，刚好。我坐哪儿啊？这么远？哦，给我搬过来。我给你挪这个。哎，这种是横屏的对吧？对。哦，那就好，我要是他们看着不方便。不好意思，我在想数学题，我还没有从那个题库当中出来。这是电脑直播吗？嗯，手机也可以看。哦。Hello，Hello， 现在在看直播的小伙伴们，你们如果可在竖屏观看的情况下，看到屏幕的右下方有一个，那个驰援肺炎疫情的入口，就点击进去，那个就是腾讯公益平台上针对新冠肺炎疫情推出的各种公益类的捐款活动，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传递爱心。看到了吗？右下角部分。一个圆，怎么办？拿纸。谢谢。不是，我刚刚写题，我用墨绿色的笔写的题。我拿了，嗯，他那个擦不掉，这又不是幼儿园，你们问我一加一等于几，我怎么回答你？一加一等于甜，你们看一下，一加一等于甜，啊，完了。啥都没补，我现在面部血不纯，没有滤镜还是可以。滤镜，哎，可以换滤镜吗？我看一下，应该可以。嗯，只有美颜哎。是吗？先唱一首歌吧。哦，我看到了，哦，这个可爱，这个也可以。没有，哎呀，怎么办呀？我出不来那个题。你先唱首歌。我好难受啊。先唱首歌。唱首歌。我又不可能问他们。我告诉你，我的自尊心，我的底线就是我不可能。你要自己独立做。我要独立做出来。好，那先唱首歌。好，你先唱首歌嘛。不管怎么样，先唱首歌好不好？无人打火。好。喂，哎，不是无人打，无人打不行，无人打过后，对老师都有来，不知道，应该不来吧？不，那就先唱，随便唱。那就唱那个，反正你选吧，双响炮定格吗？还是少女？少女。完美少女。哦，完美女是少女呢。少女什么少女？唱。唱什么？定格双响炮都唱过了，每次都唱。对，反正自己的歌怎么这么嫌弃呢？好奇怪。心跳证明，大家好像都唱过。触摸的气息。唱过，记不到词。记不到词还行，快来。你们想听什么呀？不，先唱一首，然后再不要再讨论数学题了，先唱一首，然后再教你们其他的东西。
啊？什么歌？拜托，梦境缠着，基本不行。就是必须只能唱自己的歌噶。嗯。说啊不。双眼泡。我们先活跃一下气氛啊！你们怎么这样啊？我告诉你，我点歌的时候，我从来要到现在直播为止，我都没有看过有人亲自点播双响炮的，你知道吗？我现在就在小时让恢复，何时？哦，我想起来，成年不成年都成我耳边的双响炮。没有，你这是你自己写的吗？是我自己。你什么意思？你个挚友难立。这是创作人最后的底线。情深深雨蒙蒙。等一下。大灯大呀，大灯必须留在黑色的拥抱。别，被思念套着，被银色项链都踩着你的刀。何时成年不成年都成我耳边的双响炮？拜托，是没有谁的手心能够拿来做比较。
场翻车盛宴。不行，心里还是数学题啊。没事，我们要把学习跟工作分开。来，我们好好的翻个包，翻个包。今天我们今天来回归正题好吗？谢谢，衣服肯定好看呀。今天我们先在我教大家那个就是那叫什么懒人运动法之前，先给大家翻一个包，就是我平时是包包里面装了一些什么东西吗？就是今天我这件背的包包是这个包包，然后虽然看着不是很大，但是它的容量可以装很多很多东西，而且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属于喜欢，就是我装的东西都比较实用，就是我只要能用到的我绝对会装上，所以有很多啊，但是我东西都比较小，可以大概给你们看，就很小，所以就装很多。就比如说，就很早之前就跟你们说过，我包包里面我出门肯定会带，是真的不想唱了吧？延迟也太久了吧？这样子不好玩，你看他们都不能实时跟我互动，对，会有一点。不好玩，这样我就感觉自己在录视频。没有，有。难怪我说今天没有那种感觉。感觉，特别好。这种新型的直播方式，这种新型直播方式是值得来探讨的。来，我们继续，不用管，我看不到，反正你们现在无法跟我互动。我跟你讲，你现在，哼，来。就是我平时，哎，怎么开始介绍这个产品了？没有，平时就出门都一定会带这个遮瑕，然后所以因为我刚刚没有来得及补妆，所以我先补一下，不好意思。我是所有我们这一次这个 docking 里面第一个现场补妆的，不是，我是第一个直播，第一个吧，我们就是那六。几个人？对，你们这我要开个好头，我要在我们这一组开个好头，好像没什么用哈。好，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这个原因，其实是为了补眼袋，但发现最近反而眼袋不是很重，然后一个重中之重就是这个。这个是一个迷你的免洗手液，带这个大家应该是知道为什么的，因为这段时间不是疫情嘛，所以就是我们需要勤洗手，但是你外出的话你肯定需要带一个随时都可以洗的。这个味道是凉白开香型，再算不洗了，才洗过一次。然后你看嘛，没有人跟我互动，我一个人在拿。只是他们慢一点，你要等等他们好吗？我等等你们，你们喜欢吗？没感觉有延时，看没？是吗？是不是慢慢就好了？就没有，他们现在才说到好头。好头之后是我的补妆。看，免洗手已经来了。哎，你们为什么都没有头像啊？你们头像为什么都长一样啊？哦，这是匿名的吗？我跟你们讲，我就是忘带口红了。我要是带口红了，我也可以现场补口红的。没有带，我忘了。共享单车从今天就开始使用，什么意思啊？新型志愿者，你是不是也读了那道阅读题？刘宇现在心中只有学习，因为我刚说的那个新型直播，就是讲的是我今天早上做的那道阅读题里面的，它是共享单车里面有一个新型志愿者方式，就是这个志愿者作为消费者来说，从有奖惩的这种
利益基础上去做维持社会规范社会治安社会秩序规范社会秩序的一个新型的志愿服务。我证明刘润确实写了一下午作业。然后，哎，不想了，不想了。免洗喷雾过了之后，就是免洗手液过了之后，就是这个，我包必备这个香水，小瓶的就行了，因为大瓶的话一般就放在家里面，小瓶的就是随身带着，喷一喷，可以吗？不能，可以，不能。露 logo 可以，可以露 logo 呀，哎，露了也没有用，就这样吧。没有，只是告诉你，是不是长很可爱？我家那个大的是绿色的，绿色的味道是，会清新一点，会适合小女生用一点。然后这个粉色小瓶的是比较成熟一点的味道。本身我是觉得这个没有绿色适合我的，但是这个小瓶好方便带。所以大家，我觉得大家买香水可以买个大的，一个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香薰、香水类的，就是香香的东西，所以我的包包里面已经出现了第三个有香味的东西了。跟你讲，这个是大白兔味的护手霜，就是我那个免洗手液也是一个香型，然后香水是另外一个香型，然后这个护手霜又是另外一个香型。它真的好好闻，它涂在手上真的是跟大白兔味道一模一样。虽然我不太爱吃大白兔，因为我觉得有点甜，有点腻。什么？你上网课就是在看老师玩手机，那你那个挺好的，你说，那你就应该学会自律的去自由的跟你老师探讨问题，把你老师给缠住。我每次上语文课的时候都是我各种在问问题，我问的新型问题，我们老师都被我惊呆了，是吧？是不是超可爱？推荐给你们，真的很香，真的很香。又不是到哪儿了呀？这是在大白兔。大白兔很好。我会想，这个问题很深奥。我不想吃我的手，因为我不太爱吃大白兔。如果这个护手霜是巧乐兹的味道、冰淇淋的味道，或者是能量棒的味道。能量棒。嗯。能量棒还好啦，或者是健达的味道。哦，饼冰，健达的味道，对。你这个太硬了吧？对，如果这个是健达的味道的话，我肯定就吃了。嗯，好，给你们在线表演，那个什么，一口全。这个位置是谁找的？肯定是小熊姐找的。我有点硬啊。不是，我天天坐着。你要站起来，我想站着，我想站，你站一个小时，那你运动一下吧。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那个花式消食法。你运动完了之后，或者你一般怎么就花式的？我这几天也没有法，也没无法，就是平时会花式的运动，然后呢，这几天因为每天坐在学习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太多花式的运动方法，所以我在这里教你们一个坐着写作业啊，或者是懒人运动法。不用动，但是可以是，但是你们要，大家一定要知道，一定要了解的是，你不动是永远不可能比动的减肥要，就是要有一样的效果的。只能说，只是一个帮助，只是一个缓解。不然的话，你不动，你懒人运动总比你纯不动好吧？但是肯定没有你真正去运动效果好的，所以大家还是不要懒。除非是说，真的像没有时间啊，或者工作太忙的时候，
需要借助这种懒人方法让自己身体能够在新陈代谢加强就行，就是这样子的。怎么给你们示范呢？推远点。就我现在是坐着的，对吧？这动作有点不雅。那你举个哑铃什么？哎呀，就是你们这个看，我好累，我太好看了。对，假如你们现在坐着，对吧？这个水不重，你们可以拿一个稍微重一点的，或者哑铃也可以。然后用大腿夹住，用大腿夹住你的大腿内侧和中侧的地方，就会发力。然后就相当于是一个定点的一个动作，然后你可以就夹住在看手机啊或者写作业啊，但是这种很轻，所以你夹住是没有那个压力的。所以说拿一个平时重一点的，我一般是会拿那个，因为我家里没有哑铃，所以我一般会在家里拿装满水的一个很大的保温杯，就是我自己之前买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保温杯，这么宽，然后把装满，然后就把它这样子放在这儿，平时就写作业，就这个地方久了之后就会很酸，因为我一直想减大腿内侧，虽然呢，这个方法我也没有经常用，因为我平时能够起来运动就站起来运动，这个是我自己有一次手上拿不了东西的时候，放在就暂时夹住，然后发现就是很需要用到腿部的力量。所以这个方法应该是我自己觉得一个可以用的方法，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确的，万一专业人士说这种方法就是不太好的话，你就不要试了。正确的，那就是好确的。不是我发明的，只是我发现的有这个点。可以回来了。瘦大腿内侧，瘦大腿内侧，然后，因为我小腿不用瘦，所以我也不知道小腿怎么跟你们说，不好意思，然后还有就是，一般都是大腿内侧会比较，就小腿或者和大腿内侧会一般会有人问的比较多，小腿我是真不知道，小腿可以，你们可以经常拿那个滚。滚着滚，泡沫着滚。你吃呢？你吃有没有特别注意？就是你要在瘦身的时候。瘦身的时候吃的话，我正常的情况下，就是一个很健康的减肥方法的话，正常的情况，如果你需要加运动的话，你可以适当的，有时候不吃晚餐。对，适当的饿肚子其实是对身体好的，这个是真的。这是我爸爸说的，所以是肯定是真的。不是，因为那个是那个就是一个养生的那个什么，一个反正就是对的，这是专家说的，适当的饿肚子是可以让身体增强免疫力的。他们现在才说到哪儿啊？月瘦8斤的懒人运动方法是什么？这看个人体质，其实如果有些个人体质是易瘦体质的话，10天左右可以瘦8斤。我最可怕的就是我第一次减肥的时候，我一周就瘦了八斤，那个时候是在2017年的时候吧，2017年一周瘦了8斤，那一周是这个样子的，我给你们来说一下我那段时间的一个，但是一定要坚持，而且一定要严格按照这个方法去做，才可能一周瘦8斤。就是早上，假如说你早上9点起来，对吧？很多人说我早上9点起不来，那你就不行。反正我是这样子做的，早上九点钟还，你学生一般不都6、7点就醒了吗？对吧？现在的学生都这么早了吗？一直都是啊，小学我弟小6点半就起床，我在我印象中，我上学的时候从来都是6点起床，因为我很慢，我做事情慢，我要不就5:40就起床，可以，7点就要去学校，7:40到校，差不多，差不多，所以9点是肯定在的，
醒了的。9点钟起来之后洗一个热水澡，直接洗一个热水，比较烫的，它是可以适当消一点点肿的。但是我妈妈浅浅把我这个反驳了，真的吗？他们养生之道那边说，这个是，吸取你的阳气。但是其实按理说，就是早上起来热水冲一冲，加速一下血液循环，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不能经常。好像妈妈们都说的是早上不要洗澡。对，不能洗头，不能洗澡。对，说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在生早上，阳气最早上是在生阳的时候，如果洗的话是在那个去阳，是不好的，在吸引你的阳气，就是不好的。然后我就跟我妈争辩的是，这是你们老年人，中老年人的那个保持那个养生之道。那我们年轻人需要拼搏，但是就是也不要天天热水澡洗吧，就是还是听一下我妈妈的话，就适当。但是我那段时间的确是这样子的，我就直接跟你讲，我那段时间早上9点钟起床，然后洗一个比较烫一点的热水澡，冲一个热水澡，然后再去，如果肠胃比较好的同学可以洗完之后空腹跑30分，快走30分钟的那个跑步机，或者是微量运动30分钟。对，没有跑步机的话就微量运动30分钟，就比如说什么开合跳呀，或者20个 burpee 啊什么之类的，一定要是在吃饭前，吃早饭前，然后再去吃。对，就是夕阳。哎呀，才到这儿，好烦啊！哼，玄学，哼，养生之道哈，不准评判哈。然后吃早饭，早饭的话是可以适当的提取一点点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一个包子，但是一定要是素包。然后你能不吃里面包子里面那块油的就不吃，然后或者是馒头会比包子好很多，馒头而且饱腹感也比较重。然后我那段时间是早上要不就吃一个包子，或者是买那个玉米，甜玉米吃，糯玉米吃，然后配那个牛奶。因为早上是可以多吃一点点的。有时候我觉得，因为可能前一天晚上吃的很少，第二天我可能会吃一个包子一个玉米啊，然后一碗一杯牛奶，然后一点麦片，50克麦片就够了。然后差不多我就到公司开始练习，就是练体能。哇，我以前是怎么这么刻苦的，我想想。你现在也很刻苦啊。那我现在绝对爬不起来，10点钟跑到公司来练体能，练到12点钟，11点钟准时点那个沙拉，那个沙拉还是那个糙米加龙利鱼，就这两个。是。对。但是你架不住天天吃。我真的是天天吃那段时间，太可怕了。我觉得我胃里都是龙利鱼，我觉得我整个人都长成龙利鱼的样子。有粉丝问，就是又怕饿肚子又低血糖怎么办？你身体这么不好，你减啥肥？他说啥？他说他又低血糖，又容易饿肚子，又肠胃不好，怎么办？又低血糖，又肠胃不好，就跟我现在一样嘛。那就不要这个方法。我都跟你们说了，这个是在你身体很比较好的情况下，再加上那个时候也是我第一次比较就是急需快速，懂吗？急需快速瘦的时候。就是没办法，必须要快速瘦用的方法，1周8斤。但是你如果本身身体不好，而且你需要减肥的话，慢慢来，就不用这个比较相对于残忍的方法了。我现在讲这个这是一个非常急用的办法。然后就开始练体能。练的话可以用 Keep 啊，可以说吗？就感觉在打广告。就是 Keep 里面的话可以用那个叫什么突击减脂，就是它有那很多训练方案。黑咖啡是可以，但是不能天天喝黑咖啡，天天喝黑咖啡会容易心悸，然后特别是容易低血糖肠胃不好的人更不能喝黑咖啡。然后黑咖啡一定要是在吃完早饭后
半个小时十分钟之后才能半个小时之后才能喝黑咖啡，然后冰的跟热的其实效果差不多。以前不懂事的我，就只喝冰的，把肠胃就冻得不行。然后现在我喝咖啡，我一般喝常温的，不会喝冰的或者是热的。热的我慢慢就适应了，热的真的一开始实在难以接受，后面喝喝就适应了。咖啡，喝黑咖啡的话，我一般只用在有工作的时候才会喝，没有工作就比如说像平时练习的时候，或者是不是很肿的时候是不会喝黑咖啡的。黑咖啡一般是说你第二天起来你就泡了，就是你水肿成，你前天晚上不知道吃了多少盐你才会肿成这样子的时候你第二天喝，因为黑咖啡的确喝了容易心悸，我现在就容易心悸，就没怎么再碰黑咖啡了。最近更多喝的那个消肿的是那个叫什么，一个茶，那个茶的名字叫，别说，对不起，就是一个那个茶饮料茶，一个功能性的饮料茶。对，好，继续做完铁人，就是 keep 里面的很多叫那个方案，就是一个是突击减脂32分钟左右，然后还有腹肌撕裂做一组，腹肌撕裂做一组之后，还有那个瘦腿训练10多分钟，15分钟做一组，是。而且你运动时要多喝水，你运动时多喝水的话更注意新陈代谢，而且一定要多喝水，它就注意排便。哎，没办法，为了消肿必须得喝呀，很苦，实在不行。对，女孩子要少喝冰的。这个姿势感觉这个小姐姐肯定特别表，不好意思，我坐在那种鱼跟虾是最脂肪量最低的，然后牛肉鸡肉是第二。牛肉鸡肉我个人认为是更适合男生健身时用来增肌用的，女生平时只是为了减脂或者是均匀身材的话，就是鱼呀虾呀龙利鱼就差不多就可以了。你们可以看你们买的那些或者你们自己做的那些沙拉里面，反正就比较健康的沙拉餐，不要吃太饱，差不多就行了。大家问你现在多少斤？我现在嘛90多吧，我没有刻意减肥，我而且最近在上课，春节那个吃多了，而且我就是有段时间猛减肥减的身体不好了，所以我是不太大建议大家节食减肥的，而且很容易反弹。对，然后其实我那个一周瘦8斤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课程量很多，一天假如说一节舞蹈课一节体能课，就是你汗出的就感觉你随时都在洗澡，就是可能那时候汗也出的多，再加上我吃的比较少的原因，所以瘦的会更多一点。如果只是光靠吃的少然后多喝水的话，一周8斤我不是太确定，但是看体格体质，因为我本身是不易瘦型的，我是易胖型的，所以说我一周只能瘦8斤，那易瘦型的体质应该也是可以的。然后中途饿的时候，比如说你实在饿得不行了，就吃鸡蛋白，你实在想吃黄也可以，但是黄脂肪含量会比白要多一点，吃蛋白，胆固醇，吃蛋白或者是玉米，然后晚上尽量不要吃水果苹果吃一半，就是饿的时候中途吃苹果吃一半也可以增强饱腹感，但是水果饿的会比较快。对，然后水果糖分也很高，但是水果糖分是健康脂肪，它是容易消化的，所以那些说什么吃水果也会胖啊什么的那些，只是因为它的确也是一个一种脂肪的类型，只是说它是一个比较好消化的一个健康的脂肪，它是会随着你排便排出来的，
而那些零食的很多那些恶劣脂肪它是会粘在你的身体，存留在你的身体里面的，所以那些脂肪是这样子长出来的。如果你吃的都是健康脂肪，再加上你的肠胃、你的排便系统都很好的话，那就那种易瘦体质就很明显了，就是这样。一般也没人喜欢蛋黄吧？我超爱。是吗？鸡蛋特别喜欢。我的话，我喜欢吃嫩的那种，就是你可能溏心的蛋黄我就喜欢吃。然后晚上我现在只讲我那段时间啊，你们觉得如果不行就不要参考，因为我是个人很喜欢喝酸奶的，我一般晚上就是吃一根玉米和一杯酸奶，就是什么窝窝啊、711啊都会有卖的。然后你们知道那个吗？那个可以说吗？青汁可以啊，青汁，因为我就是容易就排便不好，就是便秘，对，所以吃那个喝那个的话会有缓解。我不知道它能不能根治好啊，或者怎么样，我也不能给大家说青汁有多有效果，只是说那段时间喝的话会缓解很多，对，就是晚上你喝酸奶的时候把青汁倒在那个酸奶里面。青汁纯兑白水太难喝了，我实在不行，而且我本身就不太喜欢芥末，啊不，芥末是哎，那不叫芥末，那个叫什么？抹茶。什么抹茶？芥末可还行？不行，这是两个。我自己写作业真的写的我有点懵，你知道吗？那我们再唱首歌吧。等一下，我还没说完。好。不太喜欢抹茶，所以说一定要配着酸奶喝，就还挺好喝的。我没结婚，戒指送给你。然后那个酸奶配玉米，是我的晚饭，7点钟之前吃，6点到7点之间。然后你们记得一定要细嚼慢咽，吃饭一定要细嚼慢咽，它不仅增强饱腹感，而且让你吃的少，而且你的咬肌也不容易变大。里面难道有很多路人吗？我以为只有我粉丝。对，我也觉得很奇怪，应该会有吧，都有。哎呀，那我的这个形象会不会突然在意形象了呢？没有。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还是给他留个好印象吧。我是仙女，仙女是不需要排便的。开玩笑。到哪儿了？我看，哦对，还有就是晚上，我那段时间就睡得很早，我是专门给自己设了一个闹钟，晚上11点半，它就响，10点半就响了，就是那个时候，我无论在做什么，我立马必须得睡觉，因为早睡。我妈妈说的是11点到凌晨2点钟之间是肝还是胆的一个恢复。对，如果你那个时候没有睡觉的话，你的身体这个部分恢复不好的话，就会造成是容易干嘛？脱发还有头昏头痛，对，特别是偏头痛。虽然我经常不听我妈妈的话，但是我真的在我身上印证了这个道理，所以还是要听妈妈的话。听妈妈的话 ，OK， 这就是我那段时间瘦，但是那个方法你用的时候，瘦得很快，但是只要你就像说的恢复正常吃饭啊，或者怎么样，就会弹。但是这个方法就是循环渐进的，就比如说我第一周瘦8斤，然后我当时是什么，休息了一天我就去吃了顿我很想吃的那个芝士年糕火锅，当然第二天我就胖回去了一半，绝不绝，我真的惊呆我了。然后我说哇，胖回去一半，也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就是真的会这么多。然后我就继续那一周就用这个方法，
然后又瘦了，又瘦更多了一点嘛，毕竟只胖回去一半。然后瘦回去之后，今天休息，然后我又去吃了顿我喜欢吃的东西。就休息那天，我就想去吃好吃的，然后第二天又会胖回去那么一点，但是这样子慢慢，你总的体重也会下去很多。到最后，这种方法我用了一个月左右，其实也就瘦了十多斤一点，也就很吓人了，十多斤，真的吗？一个月耶，很吓人了，一个月十多斤很吓人了，速度非常快了。没有十多斤，就是快十斤，那也吓人，真的呀啊！一个月才瘦十斤，你是不是对减肥有什么误解啊？没有啊，因为我身边很多易瘦体质，绝了，很吓人了，你问他们，真的很吓人了，真的吗？但你不觉得那种四五天你才看到瘦一斤那种感觉很难受吗？可能就是要更努力的督促自己要多运动吧。对啊，所以说那就有可能嘛，一个月十多斤。但我基数本身就不是很大，所以就不会可能。对，跟基数也有关系。对，跟基数有关系。基数越大的人瘦的越，那个刚开始的基数会瘦的越多，哎什么那个体重数会瘦的越多，基数小一点的人可能就会瘦的慢一点点。什么方法？就是一个比较急用的一个一周的快速减肥法，但是那个我现在已经没有用了，我不敢了。我不是那段时间造成的我身体不好，是参加101那段时间的，不是，那是我自己问题，我自己作息问题。对，好了，吓人吗？好吧，看大家都说一个月十斤很厉害了，我就给你们讲，我以前当时是，你可以说吗？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真的98斤，98斤，然后真的想瘦下来，当时瘦到了，后来有段时间一直维持在88.6左右，很瘦了，真的很瘦了，那个时候一直在88.6。很瘦，因为我天生骨骼，我的骨骼会有一点点大，对，骨骼会偏大一点，就是在同一个身高165左右的人当中，骨骼会稍微大一点点。而且我觉得你现在又长高了，我又长高了吗？我觉得你又长高了。可是我没有哎，我上次去量的时候，竟然还是这么多，还是这么高吗？而且有些更专业的那个健报还测了矮了1厘米，我怀疑我这几年长矮了。没事没事，你也不差这1厘米。哦，不行，我想长高，我很想长高，长高就很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多吃饭了，别减了。大多说别减了，不减的都是不长脸上肉的。我就算长1斤肉，我都长在我脸上，我多惨。时间不多了，我们唱歌吧。唱啥？唱首比较安静的吧。可是你不给我手机，我真记不到歌词。我给你手机吗？我有。你们想听什么歌？哎，不行，这个没有互动。唱个啥节目？我看一看啊。快把吊饰喊回来，快把吊饰喊回来。我给你吊饰发消息吗？好。一样，姐姐给你解决吧。你先跟我说你唱的。好。
安静，就叫安静，周杰伦的安静，然后升两个调。好，你可以跟着他们这聊，我唱了好，那我给那个调是。也行，女版也行。我这个人呢，平时喜欢拖堂。教室不在，无人档，我是胡神又唱不了了，太难过了。下次有机会再跟你们唱。之前我跟调老师不是答应你们，下次直播的时候一定要跟调老师一起跟大家唱无人档，然后让调老师唱他的版本，他的版本就是无人火山哟。安静不生气吗？安静不唱了。嗯，唱我自己的歌吧。好，你唱啥？唱麻烦少女。唱。我好像之前很久都没有，之前直播的时候一直没有唱麻烦少女。那坐着嘛，我把脚打直。大声一点伴奏。你在说什么？没有听清，小心那枪有耳唇不滑鼻，可不是倾听，我只是表情，为爱比无限找到气，还只能苦笑着对你说我没有不行，只是怕你对我想逃离，白闹钟跳到五点，早点起床。哎呀，黑眼圈多一些，只是长大了的表情，我有属于我的规矩，就不需要你再来费心。Bye.
在提词，粉丝在线提词，就这样。我现在是因为不能再像以前比较怎么说严格的减肥，因为我现在身体需要调养恢复嘛，所以说因为我是本身就体质是比较虚的那种，所以说每天起码我要喝两瓶三瓶这样的水，对，是一样喝这么多水的。一个是调节肠道，然后新陈代谢各种，而且喝一直喝水其实也是有助于一点点的饱腹感的，就是喝水一直喝喝多了真的就不想吃饭了，因为真的喝撑了。但这个是就比较歪理的一个方法。对，刚刚唱的是我的那个 EP LRY18 里面的麻烦少女，对，要长身体嘛，所以不能比较那种什么节食减肥，不行，大家一定要运动健康减肥，运动健康减肥，然后多喝点水，就是多上点厕所真的挺有用的。其实还有一个方法，一般这个是经常就是都健身人士会用的，就我就不说什么，就是会有那种运动前半个小时，可以说吗？运动前半个小时喝一袋小的那种像左旋一样的能量饮料，它是可以增强基础代谢，然后在你运动的时候出的汗会更多一点，其实这样子也会对你的消耗脂肪会帮助，会有帮助一些，它是一个辅助性的一个道具。对，一般我会每次健身前，就是正式好好健身前半个小时会喝一条带左旋，它是可以增强代谢的，然后当你在跑步的时候或者怎么样，你就会感觉到你的汗会比平时出的要很多很多。哪种运动最好？你看你们，看要是想要哪方面的，比如说想要练身材型那个线条的，女生练线条的话，其实是建议做普拉提的。我之前都做错了，你知道吗？我太想哭了。我之前因为一直做的是像男生那种撸铁，真是撸铁，我就是就是完全就是除了体能就是重量型的。后来才知道，对对对，然后后来才知道那个女生要练线条感的话，还是最好做普拉提，就是带拉伸的，然后比较柔的方式去做。普拉提会好一点，要练线条练身材，然后一定是要无氧配合有氧。有氧的话就最基础的就是走跑步机，女生不要跑，女生不能跑步，不然会长小腿，你知道吧？如果不想让小腿长成那种肌肉型小腿的话，不要跑步，快走5到5.8的速度快走，然后可能假如说三个小时你有其中两三分钟的去一个慢跑是可以的，平时快走，然后斜坡度大概在六七度左右就可以了，四十分钟快走。怎么了？有粉丝说我们抓紧时间再来一首吧，因为还有最后。不是，我觉得很，我讲方法又让我唱歌，我唱歌让我讲方法，我就说呗。我没有说我有肌肉哈，我本身就是练不出什么肌肉型的那种，所以我就算撸再多铁我也没啥肌肉，但是能看出来他会要 strong 一点，真的是真的。
我现在就大多数还是练有氧，跑步呀、开合跳、体能这种，那种纯练肌肉都不敢做了。嗯，比较具体。椭圆仪也可以，椭圆仪也可以，但是椭圆仪有很多教练说法不一样。有些教练跟我说，就是练椭圆仪，一些不同的速度，还有很多不同体系的椭圆仪，方受那个效果会比跑步机好，然后也会专业一点。然后，但是也有教练说，椭圆仪不行，是最轻松的一个。他就是走楼梯，他是一个这样子的，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的一个机器。然后调速度的话，它会跟着那个你调的速度的快慢，就像你在上楼梯一样的那个速度会越来越快。你被迫跑楼梯那种感觉多难受，而且那个楼梯还没有比普通楼梯还要高，它普通楼梯一般这么高吗？它这么高一个，我感觉我在攀岩。然后我第一次走这个时候，我走了差不多5分钟吧，我真的不行了。然后我们那个教练在旁边继续，然后我就手抓着旁边的那两个把，就这样就跟登山一样的走。我真的好怕那个楼梯机，千万不要让我再遇到它。后面我就躲，我每次躲，只要一让我走那个楼梯机，我就躲，我就说我去干嘛就躲去了。太累了，不行。还是要看自己的身体素质，一定要在自己身体素质的范围内去运动。就比如刚刚有人说了，你低血糖，你那个啥的话怎么办？那就不要用我那个比较极端的方法，对，就在自己身体适合的方法内。我以前的身体素质适合用那个，我现在不行，那我就不会再用了。走楼梯挺好玩的，你走的是普通楼梯。那是挺好玩的，你走那个，你走试试，不行，对，停不下来，最主要是你还停不下来。然后后来我把那个跑那个楼梯机放的是，轻松的一个模式，我就嗨起来了。我有一次，然后就走很快，结果它就越走越快，它就自动快起来了。我就在上面跑，我就停不下来，我说怎么办？完了，我就被脚在上面了。后来是我老师过来一脚给我按住，然后我才停下来。嗯。演起来了，我哪有演起来？哦，对了，新来的朋友们可以看到手机右下角有一个那个疫情的，疫情肺炎疫情的一个入口，点击进去里面都是一些关于肺炎疫情推出的各种系列的公益活动，是可以捐赠，对，让我们齐心协力为武汉加油，一起防控疫情，在右下角，竖屏在右下角。可以大家点进去看一看，都是些公益活动。嗯，老了吧？可能瞧你说的，没关系。我觉得很多新来的朋友肯定猜我的年龄，我也能想象到，能猜到我多少岁。你们知道吗？我第二个剧组，我们那个深恋时代那个剧组，我们开拍的第一天哦，你们要记住是第一天哦。晚上的那个什么。叫什么来着？仪式，开拍仪式过了之后，我们就要拍晚夜戏，然后那个时候才跟那个我们现场的那个副导认识。那个副导猜我们男主猜戴老师猜的是九七年还是就把猜小嘛，猜他97年。然后在好高兴哦，说到97年，我说哇，那我呢，让猜我。然后那个哥哥就过来说，就看着我，然后戴老师就说你猜女主多少岁。然后我非常期待的一脸望着他，他来了个诚实，我就说诚实回答，96吧。好认真哦那个表情。然后我那天晚上拍哭戏，我特别快的就哭出来了，我只要一想到他说了96年。真的，他竟然把我说的比戴景耀还要大，让我受不了的点是，他把我说的比戴景耀还要大。童年气死我了，啊！童年你都可以忍，童年，嗯啊，对你童年我都可以忍，童年我都可以忍。他说我是96年的，96年其实挺好的，我没有说96年不好，96年也不老，
我没有说老哈，只是因为在介于我2001年的情况下说我1996年的话，我自身的这个年龄有点接受不了那个年龄，你知道吧，我自身这个01有点抗拒，但是我的脸是我的脸的那个看了样子就不抗拒，我默默地接受了这个数字，也没有办法。他那个哥哥真的是猜我年龄猜最大的一个，以前最多就说我97吧，幸好没有说那个，幸好最多就说的是我是97，我觉得已经很过分了。97不过分，97不过分，是我那个年龄觉得过分，01猜97就过分，01猜97就有点点，97其实还好，97还好，我已经很能接受，坦然接受。有人说你是91的吗？那真的也是过了。我看到有一个之前那个小美满家有个评论，又是01，我觉得他跟男主年龄是相反过来的。哇，那句话气死我了！专业黑子，我跟你讲，那个就是你专业黑子太过分了，太不行，这样子公群看到会骂我的。结束差不多、不好意思、你看01年还打个问号，还在质疑我，那我能怎么办嘛？那我脸长得老能怎么办嘛？我跟你讲，现在老，我以后30多岁我还长这样，我30多岁我还长这样，我婴儿肥，我30多岁我那个婴儿肥还在上面，我婴儿肥，我30多岁我还长像96年，差不多，今天就跟大家说个再见吧。我略白了就可以说再见了，略白了就01年老阿姨。看来你是05年的小妹妹呢。哎呦，我要来官方了，一晃眼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今天我的表现怎么样呀？明天我们的大美玲姜思达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大家不要错过，让我们齐心协力为防疫做出自己的贡献，一起 Doki 发现鹅宅好时光。为什么叫肉肉？你说为什么叫肉肉？你说为什么叫肉肉？还不明显吗？